Like I'm a superstar 认真你不是算命看风向的意义老天都放弃你了坚持八卦蓝色我也是呵呵 Oh my god Oh my god 像龙地上下雨滴刚好像我欠你 Basic basic deal Basic basic deal 享受吧的不重要性享受吧的不重要性你管好你自己的嘴我管好我自己的嘴我说一切都会更好的别让现实操控舆论糟蹋生活 Oh oh Never ever worry about the rest Baby I'm the best Baby I'm the best、yeah. 你操自己我做好自己没太多规矩 I'm a boss boy、oh, I'm ready、hey. 你追我的剧我对你宠你 Baby I'm the best、hey. Who's the best I'm the best I'm the best girl、hey. Who's the best I'm the best收复魑魅魍魉朋友劝你打个卡出再干我刷一刷直播间你刷一刷 No one can bring me down Whatsoever 我说一切都会更好的别让现实操控舆论糟蹋生活 Never ever worry about the rest Baby I'm the best Baby I'm the best开始了，也欢迎那个今天大来宾安安大明星，欢迎敖犬来到现场。Hello， 我是敖犬，那就是江哥，先握个手好了。谢谢。对对对，我发行了我的、oh, 全新专辑《Transform 变》，然后这个是刚出炉的实体，真的正式的会在22号就发行了。就是大家那个预购的啊，或是到时候觉得在最近那个看你在宣传，哎哥真的还蛮打动他们，就可以去把它收藏起来。22号正式，哎就明天啦。是，那现在全面在数位都已经上线。哦，对，之前都数，哎，我们算是拿到实体的那个。对，希望你会喜欢。是，谢谢你的礼物。哎，你可以摸一下这个。对好，摸一下那个吗？因为这是材质都自己钉的，你知道吗？这边有一个亮面，然后这边是雾面。啊。摸过去的时候，你会有点触觉的反差感。触觉反差感。摸看。啊，从这边来吗？我带你。好，你带我。天啊，怎么那么好？还有那个天王有没有？送你回去好好摸。好摸。嗯，他们在上班会不会吵到他们？不会啊，就是要吵他们啊。那我带气氛可以吗？可以。你现在想干嘛？你想要教他们跳舞吗？他们会回应吗？他们还是我会失望。不一定要看状况。你知道有些人也是会装 gay 白，他们都工作都是媒体从业人员啊，他要在艺人面前就假装自己就是置身事外。有看你们节目的应该很清楚，是在办公旁边。都知道，而且那个有些人还会故意下去唱歌撩他们。真的、哦？真的啊。那我待会锁定一个好不好？好，你就锁定一个。他们现在在装认真都是？他没有在装认真，就蛮认真的。真的是不是？对，但是越离我们越远的，越有可能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那我们待会可以过去吗？你说拉那么远吗？可以啊。那个大哥，那边是那个 Vido 跟三星王大哥，可以吗？哦，可以啊。敖犬都要走进去，天哪，这是创下那个小天王直接步入人群的一个状态，就是假，真的很开心。我很喜欢突破那种认真的人的心房。我懂，
然后你知道这个如果是一个粉丝见面会的话，粉丝会很嗨，你走进去你这样走得出来吗？你习惯被包围吗？还是会恐惧？也不会，就是很开心啊，有人包围多好啊。有真的做这一行嘛，就是希望得到很多的支持。对，那面对包围的时候你通常怎么样？包围我来，你是客人哎呦，难得过来、真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让你倒水，我这杯水真的是今天没喝。我这不是水，我这是伏特加。哦，懂，是。跟你讲，一早就是要有点重口味。我觉得你这整个都那个还没醒，你知道吗？还没醒，还不会啦。你的工作那么特别，你不是要常常要演戏，演戏就像刚刚在聊说，啊，现在先干杯吗？干了，没了，水了。OK， 让你开开嗓啊，好。开开嗓，然后这个敖犬来带来这个自己的那个作品，真的是自己的作品。以前都是那个陈群杰队嘛，这次就是一个人闯荡江湖这样。对，以前这边会很挤，有没有？很挤。对，现在我们椅子会摆大一点啦。今天就旁边就整理了海报而已。先介绍一下这个，先介绍这个海报，就这个封面嘛。是啊，可以从这个开始聊，为什么不想要正面看别人？这个在拍的时候，我其实就以前拍照，我觉得比较没有。里面的东西就是心里面没有想事情，哦，要内心戏，就是我只为了要帅而已，好看。不会啊，你就帅，不是只为了要帅，你就是帅，就是这样子。好，然后这次就是希望可以拍到一些情绪的东西。情绪吗？这张那时候我刚好想到一些事情，那你就得说了，你自己都讲出来，你想到什么事？想到就是我比较低潮的那段时间，然后我一直在想，然后摄影师就一直说，好，这个东西。你不要动这个 pose， 你就让我拍，然后我们就选了这张当封面，就这样子吗？沉思的感觉，有，沉思。基本上你可以看不太出来他是我这样，看得出来啦，这看不出来是你，对啊，你的粉都铁粉，然后都跟着你那么多年的，大家其实，然后你人生其实要遇到低潮也是蛮简单的。什么意思？低潮很简单，因为你一出来就太厉害了，你横空出世哎。哦，但是所以突然间就是不这么样那么的那个的时候，就是一种低潮了。过程很痛苦，真的。我懂啊，因为就是一种那个繁华到平淡的那种。然后我觉得艺人在那个状态，你的低潮比较特别吧，你还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那段时间应该是蛮煎熬的。那应该不只是低潮哎，心情，而且你看起来内心那么多戏，我觉得啊，我先把视觉你看到那岔题了。我发现你蛮会，就是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对，我要小心。因为刚刚我摸这个东西，然后就很疗愈，所以我现在想到你的心情。好，那我这样跟我继续讲啊。当然。然后除了这个思考的感觉，然后也加了我一个全新的 logo。哦，你看到后面这个，我懂不懂？刚刚正想问你，你觉得它像什么东西？像一个。啊，要真心讲像什么东西吗？你自己第一视觉，就是一个长刺的风火轮啊。风火轮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 DJ 的唱盘。哦 ，DJ 唱盘。对，就是真的有这个机器叫CDJ， 它就是放歌的机器。哦、然后把那个圆盘拿来做、这个，当做一个那个具象的线条而已。但因为我是。獒犬嘛，是，所以就把这个狗狗的项圈，我刚刚也想说那是狗狗项圈，但是不好意思讲，因为我想说，哎，这是你的艺名， okay 啊、然后那个狗狗哦，没关系，我 OK 的，对，然后这边看不清楚啦，那上面是一个狗的爪印，哦，这在我的专辑都会有这个声、哦，对，一直强调那个力量的感觉，懂？但是狗很凶的，干嘛去打人？干嘛去抓人家那个？它其实有点像 DJ 在刷盘子，对。啊，刷盘子！哎，刷盘子不能留指甲吗？不行啊，那个会坏掉了。对啊，那碟都坏掉了。这只是个意象的概念这样。但我觉得这个颜色蛮好的。怎么说？橘色。它后面有一点就是比较鲜艳，然后正面的时候就有些渐层。对。然后再搭配你想要给大家那个视觉，就是其实你，你这个人的低潮，或是你这个人的低调的时候，依旧。还是掩盖不住你的光芒，这样子。没有那么夸张，有啦有啦，好，真的很会聊天。没有，就是我讲，因为这是我第一个通告，然后真假的，怎么可能呐？是今天第一个通告吗？第一个通告啊，而且我这个，我懂，就是大家最近对你的发型就是很有想法，然后你自己新歌发表那天就也算是惊世骇俗。对，有人说什么羽毛球，有人说扫把，毽子也都有。对，那你个人觉得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像毽子哎，毽子吗？因为它有那个根部有一个圆圆的，像我们踢那个毽子的那个底座。明白。但我觉得什么名称都好，我觉得跟我的专辑名称其实……哎，那你这个在照片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特别怎么样，但就只是把头发竖起来而已。
就像刚刚 MV 里面看到的那个。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松饼的概念啊。松饼。松饼，或是凤梨也可以。好。对。像轮胎皮啊，或是耕者有其田，它是一个耕者有其田都出来了，你不要这样子，你冷静一点。对啊，不会啦，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你对自己的第一次单，我们独立好了，我们叫独立，也不要什么单不单飞。你们其实你们就一挂都是好朋友，然后大家各自有自己的选择跟发展，你依旧正在唱歌，然后做表演，还包括在演戏，就。可以确定的是，你就是会一直在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一直以来也都这样子啊。你说音乐这条路吗？音乐至少一定会确定，因为你发的是一张专辑，也不是什么一首歌的单曲。对。现在这个年头要做音乐做到整张满十首或干嘛，其实一方面也要你的公司很支持你，当然一方面也要感谢公司，你真的也要很有那个能量啦。唱十首歌也不简单。对，我自己是觉得音乐很好玩，然后我这次其实我就是在玩。你感觉到我已经没有在管什么、市场能不能接受的問題。不会啊，这种歌市场一定会接受啦、啊。这种就是会啊，就是电子舞曲嘛。那、欸、你很捧场、欸啊，我认真的啦。我真的有很多不捧场，但是也有很多捧场的，就是两极化、啊。很捧场啊，这首歌，请问那不捧场的说什么？我没有看到。就是觉得，我觉得不好听，哪裡不好聽，然后我觉得太不适合你啊。对，他有一个对我以前的印象，因为我以前不是。长这个样子，不然你以前长大，你不就一直长这样子吗？耳朵那么大，你这才把自己耳朵变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固定的东西是一样的啦，但是可以变的地方我都把它变了，所以他们可能一时无法接受的时候会觉得。希望你可能就是有一种那个他们要的帅气的感觉，可是这歌有你要传达一种态度啊，就不就在那个整个那个名字上面变嘛？你想要变一些跟以前不一样。江哥，你觉得人生是一二三四五组合成的吗？一二三四五，那六七八九十要干嘛？我们就是要挖掘更多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所以我有搭上你的那个话题，这样还不错。你有搭上，真的？但是有，你不会是一个小天王哎、欸，就是还会自己那个创造很多的想象。对，这我现在这次出来，我就想要告诉大家、这是我自己的。认为人生不应该只有一二三四五，然后你可能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十年还是过得一二三四五，对，因为我过去十年，我觉得，我那个样子我真的已经受够了，我觉得不要说受够了，千万不要这样，他们都是爱着你那个样子，爱了十年，但是已经爱过那个样子了啊，就是说给一个新的样子，让他们继续有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喜欢，说不定过了两年，你又会回去回顾一下你的那个旧造型、啊，有可能啊，对啊，因为那个就是白白帅帅的一个小男生嘛，那当时那个从节目里面到不管你出来就是个偶像啊，然后你应该也很有偶包吧？我说那我没有偶包哎、欸，那是现在没有。以前有被设定有偶包，但我本性是其实很 real，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很多拘束这样子。对啊，再回答。我们借由化那个喝水来化解一些那个尴尬。我们两个毕竟是第一次认识，然后一直在寻找一个更适合来摸索对方。对对对，我不知道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看着你，其实就是看着一个弟弟或是看着一个孩子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刚刚一直在讲说，没有到那么严重。对对对，当然就是我刚刚跟敖犬说，你喜欢这样。怒目相视的看着别人吗？因为我觉得，你要感受，你跟一个人聊天要感受他的眼睛里面在给你什么情绪，你知道吗？但很多人跟我聊天会看我耳朵，就像你现在是在看我耳朵。没有，我在看你的眼睛，真的，我认真的在看。你是耳朵很大吗？而且我越看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神就会越柔和。我有点害羞，这样哥。不用害羞，你不是故意要跟我对看吗？今天不就是想要来这一趴吗？然后让我知道说，其实你的内心跟你的外形是有很大的反差。你刚刚不是这样跟我在讲？对，眼神骗不了人的啦。你讲到重点了。对啊，就是这次的变，外在的变是很容易发现的。是。那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觉得，你经过那个事情之后，哇，真的。长大好多，因为你的眼睛骗不了人。对啊，纹下来这样。是，对啊，纹下来哦，还美耶。还没有。你是说要结婚才是算我吗？你应该也不用那么早啦。还不早啦，就是不会啦。你有在想哦？不好吧？他们听到会生气。那你们不会结婚吗？大家都会结婚、啊。会啦、啊，但是我的意思说，倒不是这件事，我是说你的心情要再稳定下来，就是再一阵子吧。这张专辑，我真的让你得到很好的回响。我相信你的开心会是以前做任何作品的快乐的数百倍以上。当然，因为这是一个真的是你人生的一个很特别的转捩点，对不 对？然后那个之前
反正要讲你的事情，那个 Google 就有啦，那么多。有，然后是各方面的。那你自己其实也都不太避讳，你这次甚至在那个自己的发片记者会上随便丢一个话题出来，吓死大家了。然后我怎么会自己爆了这个？有啊，我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好？没有啦，当然没有什么不能大惊小怪啦。我只是说，对一个像你这样子感觉上来说，就是要一直维持某种神秘感的人来讲，或是说这种形象对这样的行业里面有些他特别意义存在的人，他也真的会的确是让大家。有吓到啦、对啊、就你愿意自己讲。我跟你讲，反正你们不管喜欢谁啊，就是、国外的也好，台湾的也好，其实你们的偶像有一天都会面临到。没有啦，偶像也是人，那这是你的工作嘛，对对，那你有你的生活，只是想说这两件事情本来就分很开。对对对，那我是说你在公开场合把它讲出来，就是你已经把你的工作跟你生活弄在一起了。你是觉得我不能讲是不是？也没有不能讲，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里面、然后你做了这样的，你做了这样的。表述，那这也是一种变、就是这以前的你是做不出来，是是是，也不会想这样做的。我觉得我胸打开，不是心胸，胸打开。所以你知道躺在那个跳舞，心胸比较打开，就是坦坦然去面对。没有，你之前太闷了啦，闷到你什么都想讲。也有可能。对对啊，到了有一天你又什么都不想讲了，会吗？会。那我们就是继续看下去。对对对，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一直去挖掘你的秘密。但我今天带了很多想要分享的东西。好，你分享。你想到什么都可以问我。我想要先让你讲你的专辑啊，这么辛苦的东西只听到一首歌，因为、我知道大家这个做宣传有自己的节奏嘛。那接下来其实、已经公开的讯息当中可以知道说你有个歌就找了你自己的算老朋友那个鬼鬼一起拍了个 MV， 是下一波的宣传主打。什么时候 MV 要上来给大家看？可能就是在下一周。就下个。然后我先上预告，先上一些，就慢慢的。你看你就很会，就跟你一样，就很会撩人家，就先丢一点东西出来，然后到时候再给你看全部。你就这种人啊，就是这还不是就是以前你那种少年偶像里面常在做的事情。先把他们就是你看做这个真好，引诱一下，引诱不用引诱啊，他们都在等，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了。就直接哦，直接就放出来，那多不会啦，就找一个黄道吉日，你想播的那一天啊。那你帮我看个日子好了。不用看了，你都看好了，需要我再帮你看？哎、欸，鬼鬼刚鬼鬼上礼拜才有来，对，我就说借由这个节目。就很特别，就是我在刚跟敖犬在聊，也跟上次鬼鬼来，我们有提到说，哎、欸，其实我入行的时候是一个记者，然后白天跑政治，晚上在聊你们这些就是节目里面好特别的一群年轻人，然后大家跟这个行业接触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你们那时候就还很小的时候就哇群聚一堂，然后有很多那时候的嬉嬉闹闹，跟现在大家的人家讲的无厘头其实又不太一样。那时候是多了一点点，还是多了一点特别的设计跟。还是存在着一些大家对年轻人的期待啦、啊。对对对啊，那你就没有太过偏离。然后、欸，我发现就是我如果不讲话，你可以一直 solo， 可以我可以 solo 啊，我可以 solo。没有，很强，就是说你不嫌弃，就这些 solo， 希望也没有让你那个觉得。而且我有看那个鬼鬼来那集，你跟他聊，哇，他其实反应蛮快的。有他反应很快，但你把他聊宕机了。没有啦，我没有把他宕机啦。那前半段我还讲，我都被他带着走，我还很担心。天哪，他是会不会那个起床然后脾气不好，然后怎么样？其实我们是一，我看避暑这样子。你真的要在他那个杯子里面放酒？不可以啦，他那天就通告，等一下他上完通告去找小燕姐，然后等一下被呛掉，那怎么可以？这样对不起他。很适合他。而且那时候我是真心到后面半段的时候，我是真心看着他，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就是人相处嘛，我们就会有一个气场的。那种相互的那种交流，此刻当下，你就看你现在开始慢慢比较静下来，你肯定也会想说，哎，我要听一下这个人主持人到底想要说什么。因为我要很仔细听你讲话，讲太快了，你讲话很快，然后很飞来飞去的。这样子你还好吗？我还好，因为我听好了，我就可以回答你。好，但是你问我吗？对啊，不然你会一直 solo。我会一直 solo。你整集会 solo 完。那我们现在来让敖犬讲他的新专辑。OK。刚刚聊到造型嘛、那我们来聊一下 MV 好了。好，对啊，你看 MV 了吗？有看。我们先聊，好。有什么？等一下 MV 之前，先介绍自己的十首歌。十首歌，简单介绍一下，让主打就是现在听的这个 I'm the best。那这首歌是一个你写的词，我写的词，然后在沉淀那段时间，你会想很多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说，哎，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谁都。无法面对，所以这句对啊，这个歌名是激励自己的一句。对他爱不是讲我自己啊，其实我就觉得大家都可以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就你帮大家下了一个注解，然后当在念你的歌名的时候，大家都是最好的。对啊，就有一个那个正能量的句子的概念。谁不会自卑？你有没有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当然知道啊，大家都一定要先知道自己哪里不好，但你有没有去面对？是不是？像很难，真的很难。耳朵，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是我的缺点。
都是你的缺点。我自己觉得，但你们可能觉得，哎、欸，你的特色是你的某个小特色。但你们真的知道我从小到大因为他而受到的批评吗？对，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我现在觉得无所谓，这就是我。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坦然。有，你还对对对，所以你在里面才放了一个大耳朵，放一个大耳朵。那另外也是告诉这个世界，就是我很愿意。聆听你们的声音、哦，对，然后你们可以给我，这个后面才是重点啦。有建设性的批评，我都会接受。啊，这很难呢。你说有建设性？当然啦、啊，大家都喜欢抽人家，谁在没有建设性的？你讲对了，是不是？所以你觉得这世界有因为那些语言比较美好吗？不会比较美好，但你不要受影响就好，你管他。我会受影响，真的吗？因为我在听啊，我耳朵很大。哎、啊，没有就听啊，听听听，看他讲什么、啊、有道理的，我们就参考啊。我会受影响，但我会过滤。我有一个过滤器在身体里面。啊，难怪你心里那么多煎熬，不用过滤啦，就放着。真的、哦？真的啊，就你有两个耳朵都那么大，这边进来就让那边出去啊。我们的耳朵都没有你大，都把它放掉了。嗯、我现在练习着这样子啦，就是这边出去的。对你有点辛苦，你没有练好。好，我再练习一下。没关系啦，没关系，真的无所谓，因为但是我觉得会因为他们。这些会成长，会成长，会。天哪，我们今天已经聊到那种心灵课程了，我们要聊一下你的音乐啦。对，心灵课程，但是也是音乐。整张专辑都是电子舞曲多吗？电子舞曲，嗯，对。然后十首歌，像第二首就是新的开始，就是自我介绍嘛、嗯，我现在的状态。了解。对，然后 My Girl 就是我跟鬼鬼那些爱情的无奈。哦，爱情的无奈。对 ，Find the Sky 就是你寻找心灵的出口，嗯、心灵。的出口，对，但你过程会有很多险恶的环境。其实我 MV 一个一个出来，你们去看都会有意思。好，对，所以是这张刚刚讲的这几首都是会出 MV 的歌。我只是拍了四首，就刚刚那四首。对，还有一首是全英文的 Young Sinatra。对，在第五首。好。唱英文，我天哪，我没有想过。不要这样子啦，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是国际巨星的那个啊，也是要做一些预备。没有，就是想要练习一下英文的。嗯，然后这种电子音乐其实很重人心哎、欸，因为那个强力节拍，其实碰一下就会打到你的心脏那种感觉。因为也是趋势啊。有，就是最近大家都流行，可是能够唱到真的打到人家心里的。真的也不容易啦。不会啊，你就把喇叭开大声一点，就打到心里。对，会啊，会真的整个会震到那种感觉。然后，不过我们来聊那个 MV 好了，那个 MV 真的蛮有趣的。不过可以边给我们看到那画面，我们就导播让大家播一下。哦。那个前面从一个后空翻，这些都是你很擅长的一些平常在做事。然后，我刚刚在问他说，哦，对，好了，你怎么会放个八卦、啊？哦。就是八卦一直新闻嘛，八卦新闻、然后用键盘去组成，那指的是什么？都是怎么八卦新闻都怎么来的？就是键盘侠嘛。你在被中心点就是你，然后你就是你把这个八卦定义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啊，但是我已经没有想要去说他们怎么样了。就是、不用啦，不用说他们怎么样。对对对，我就是在那个里面，有没有八卦阵里面？然后就是去，就像一直发射出去的东西，然后你就在中间，就反正都得承受。都得承受啊，对啊。其实艺人不就是这样吗？对啊，对啊。就是在这个里面，然后一直承受，对，但还是继续在跳舞，继续在动。啊、那真正的八卦里面中间是一个两仪啊，黑白分明，所以你还是会站在黑白分明的地方。哦，不用担心。我下次找你做那个企划好了。真的，你超级会讲这种。认真说的啊，你管他来自什么乾坤阵对坎离什么断续的，你就所谓都那边打进来的任何一个东西，然后在你的心里头，你只要知道你自己什么是对的就好了。嗯，我知道，就这样说嘛，因为那个别人的观念有别人的想法，对，这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是公众人物的时候就要面对啦，不一定要接受。嗯、但是讲到八卦，是因为我刚刚其实有问了敖犬一件事，我就说你真的很一个场景啊，看起来在一个很废弃的地方。对。整个环境其实就是我那时候的心境，而且你还故意光打的那种阴阴暗暗的，你也没有特别要让它明亮起来，因为大家有时候去一些暗处啊，会想说，你知道这个环境就是长时间如果没有人在待着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我以前是比较偶像那种。你现在也是啊，不用以前跟现在，不要自己把自己什么以前用现在，就是说，没有，我要从一个什么少年偶像变成全民偶像或什么偶像，没有，我就在变啊，圈。这样跟你听我说，就是我听你说，听我说一下，我要 solo 了，好，你先让我 solo 一下，就是我说为什么以前是偶像呢？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偶像太多框了，框架，对啊，然后你说为什么阴暗？因为。那个以前就是要明亮，
因为我们要把你的脸拍得很清楚，很帅。正面啊，你这样子以前不合格。但是你有很多东西是因为那些框框而没有办法去诉说的，对啊，我觉得要你要去讲一下真的东西啊，才不会那么假。你这名字真的也是很影响你耶。怎么样？你叫敖犬啊，你心里真的很煎熬。就熬啊。对，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就是犬类之那个霸主，那也是一只超级的大狗。好狗哎，敖犬是一只好狗，而且是名狗哎。对啊，而且很贵。对啊，所以你怎么会怕八卦？你都叫他不是叫他们那个吗？你是最大只的，你在怕他吗？咬回去就。对啊，有这个概念，其实我写在我一首歌叫《自我介绍》哦，真的吗？真的有藏獒啊，我哦，对，现在叫我藏獒，其实就是一个比喻啊，对。嗯、自我介绍啊，你已经八百年没跟人家自我介绍了吧？所以用歌写出来。哎，你身高多少有变过吗？现在几公分？我身高会随我的有没有垫鞋垫，然后不要这样子，你太诚实，随时会有起伏改变。那你的鞋垫都垫多高啊？今天还好，今天不用啊，主持人这么矮，你不用垫鞋垫。今天没有，就很诚实，有没有？诚实。今天几公分？今天我应该大概180，刚好180。对啊，那加上鞋子大概2公分，就有182这样子。对，差不多。哦，看起来就是，然后平常你电脑在家头发有啊，你头发很高啊。然后刚才在问敖犬说，我、哦、他那个造型师这次给他在发型上很多每天的惊喜的。今天这个我其实也有点吓到，怎么了？我想说要不要来太多吗？就是这种艺术的东西哦，有时候你可能无法理解，但你好像过一下就习惯了，习惯啦。然后别人的眼光。我想说，我走进这个办公室、嗯，就办公室有没有？就是他们会不会因为我的造型，不要这么冷静，就还是很冷静。不会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到？有，他们有看到，他们现在一定会看到，然后等一下也会看到。然后今天的造型比你芯片发表会那天好多啦。哦，你喜欢这个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多啦，那天就是黑白而已。啊、可以摸看看啊，对，触感。哦，你人真的很好哎、欸，我竟然可以在你的头熬狗头上动。熬狗头，我下一个通告又改了。真假的？这个就给你。好不好？好好好，是认真的吗？认真啊！所以你等一下就立刻有发型师帮你整个处理掉，这样其实戴个帽子就好了。哎、欸，我要真的认真问你了，因为刚刚也跟敖犬真的在聊，然后敖犬自己在那个发片的记者，中午12点呢，太阳很大，所以可以讲点。你在那里你说怎么了？哦，你说那个我不知道啊，那是你说的，我没有看到哦、啊。对，就是因为我们有去一些磁场比较强的地方。他开始了，对，然后你真的很适合演那种惊悚片。对，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卫星车？有，那个上面那个卫星都是真的哦，不是大、哦、真的吗？它是真的磁。你真的去借一台 SNG 车在那边哦？SNG 车，然后上面那个大耳朵卫星，嗯，这种地方磁场是不是很强？对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感应到了，嗯，对，好，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嗯，对，我们想要跳2分30秒的部分。2分30秒，你说那支舞的2分30秒，你是说现在还是说在当时？当下就是歌的2分30秒，然后叫那个放音乐的人播，然后可一播他就从头开始放，连续3遍，然后我们在你刚有下雨嘛，我们在雨中等的就是已经、嗯、what the， 嗯啊、哦，我懂我懂了，你知道吗？已经滑热那个什么什么，很累，你为什么要搞我们？哦、oh, ，那有产生误会吗？误会，就是、工作人员。对，然后他就说：“哦，我真的没办法。”然后导演就说：“我来。”李尔甲导演，哦、oh, oh, ，大导演，大导演自己去按，还是从2分30秒开始放。可是呢，音乐又噔噔噔噔噔噔从头开始放、嗯。哇，我们就毛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在演什么歌剧魅影？对，我真的认真。然后好了，就等吧，等到2分30秒，我们再跳。啊，后来跳完了，我就觉得很恐怖，我赶快躲进去改造型。然后后来导演拍8个 dancer solo， 嗯，结果我从里面就是做造型那个房间听到外面怎么可以拍这么久？我的歌不就是3分多而已吗？但是呢，导演后来跟我说了。就是八个 dancer， 你的副歌当下重复了8遍，然后呢，音乐刚好停在第8个舞者 solo 完之后，音乐停了，砰！哎，你刚有吓到吗？还好。你好冷静啊！没有，我是一个有正气的人啊。你刚后面有一个同事抖了一下，哦、真的吗？他真的抖一下吗？可是我们是有正气的人，因为我知道你在讲这些事是你的亲身经历、嗯，然后我当然知道说你是一个艺人嘛，你也希望，其实、欸、你不好笑哎、欸，我不会，因为我有正气，嗯，所以我都可以知道。但是我刚刚讲是真的，我相信啊，因为我觉得你这种事没有必要，音乐停在5分30秒。
5分30秒，我的音乐只有3分多，三分还四分，对，就5分30秒。你应该自己比较害怕吧，因为你是身临其境的人。我今天只是听你转述而已，你当天真的有害怕到吗？这个只是其一。好吧，他是送祝福来的，你也不要担心啊。我本来就听过，好像这个行业遇到这个是蛮吉利的。对啊，对啊，就常常会有一些。就是乡野奇谈。对，感谢就是各方好兄弟同场。要对啊，我刚刚没有吓到你，有失望吗？有点失望。为什么？我要自己干一杯。你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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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气嘛。好，第一个通道就很挫折。不会啦，哪有？我真的怎么？哎，我啊，所以刚是谁吓到啊？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没有肩膀有抖一下。哪一个人？真的有？谁？哪个女生？谁谁谁？吓到了举手。他不敢举手。你哦，不要吵他们工作。不会啊，那你等一下去给他秀秀啊。好，等一下去秀秀。对啊，他得到他吓到是为了等，哎，他自己去外面收金了，他去晒太阳。哎，你很会讲那个耶，因为现在太亮了，真的，不害怕了。如果刚刚那个真的一直 take 到你的眼神啊，其实你眼睛真的蛮吓人。为什么？我就刚刚跟你说嘛，我不是问你一个问题嘛，因为我刚刚看了我们留下你帮我们留的那些那个拍立得，你拍照很喜欢这样子，说怒目闪，没有，你是这样。太有神，那个也没有有神，就是太凶狠。哦，那我柔和一点。好，不用了，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柔和，那就是你现在是在呛，你是装呛，而且是假呛。好多要求。不会啦，没事啦，没事啦，就对你自然一点嘛。因为这个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你又在这个地方 transform。哎，对，这个触感。改变的时候就是像你讲的这种感觉，一边滑过去，有时候很舒服，有时候好像又叫你踩刹车，但是不能停，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遇到舒服的地方，然后继续又就是不断重复那种。精神跟历程，他刚刚讲就是我那个磁体上面那个触感，没有做那个。因为敖犬刚刚跟我们刚刚在里面那个对、就是欸，你会摸牌哦，你会摸打麻将摸牌、啊。但是我在享受你跟我说的这件事，因为这是你告诉我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再帮你把它下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你也知道我们这种人就喜欢。但是刚这样讲，你还满意吗？满意啊，对、就是、你讲什么我都满意。对。你这样很捧场哎、欸，看一下。但你刚刚不捧场。你说没有吓到，有人捧场就好了。我还有，等一下再试。你不要再吓我，这第二次我真的会吓到了，因为第一次那个。然后我刚刚在讲说，那这件事情，那个 MV 其实做了很多的那个你擅长的事情的大集合。对，那些什么滑板啊、后空翻啊，那些都对你来说真的很简单，不用什么特技师，也不用干嘛，那个应该是随便叫你现在翻也是以前不就随便。我不会啦，我不会叫你这样，我就随便。那都是你很精神的训练，而且你本来就是一个舞蹈高手，你曾经还不是很认真在教别人跳舞，对，是舞蹈老师，舞蹈黑脚嘛，以前。哦，对啊，對，所以这些是，那里面有难的吗？踩椅子后空翻其实蛮恐怖 的，因为你会比原地还要高，因为你是踩一个东西嘛，你要先登上去。对，然后导演很怕我就是卡豆这样子，就是滑歪掉，然后就会掏。现场有那个。保护措施啊，那我先试几次，我就说啊，把那个软件拿走，我来了，然后就踩啪过。他、啊、那个镜头是试了很多次的，很好的一次，还是其实也是拍过了很多个，最后选了一个你选，当然要用选的、啊，对啊。哦、然后你是一直重复在做这个东西。对，我最近在剪那个花絮，剪花絮，对，我自己剪花絮，然后我会在一个时间放出来，对。因为你们看 MV 都是看一些比较就是帅的啊、美的，然后完美的，然后没有瑕疵的，怎么完成的？就是像那个偶像剧都要看，说那个后面原来男女主角在吵架，然后他们要拍什么戏之前，原来一直在偷偷笑这样。最喜欢看那种真实花絮。不会是真的一个演过偶像剧的人，然后都知道观众想要什么？你真的会撩人家哎、欸，就是这一点没有变。真的，很好啊。我会亲力亲为去把它弄出来，然后让你们看到。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你那个有掉钢丝吗？啊，你就觉得很烦，因为你自己翻的、啊。那个一看就没有掉钢丝，这个问题干嘛这样问啊？不好意思，有些人会他可能没有他帮你设定，他想要让人家知道你就没有这样问，就不知道你很厉害，因为他觉得别人的话要掉钢丝。也许吧，是、啊，你就这样想，你就心里舒服一点，不要跟他们纠结。啊、我不会，我只是回答他。好不容易发了一个这样的专辑，就是就像你送给我的这一段话，就是希望你会喜欢我的专辑。希望啊，对啊，你也希望大家喜欢你的专辑。你看你这样今天光打这么美，然后全那么帅，然后这么标志的一个人。而且你今天就是在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你怎么会用标志来写？就标志、啊，标志是不是女生吗？没有，标志就是指一件事情，然后它其实可以成为一种范本，而且它几乎就是没有瑕疵。还是有啦，有啦，还是有啦，哪里有？
心情上啦。嗯，没有，没有，不要讨论我的外表了，讨论专辑。没有啊，你的外表不用讨论啦，就拍了就有啊，就很就是真的干干净净。哎，难得哎，三十岁的人还可以皮肤这么好。你们光打的好啊？没有，就我这么近看，我知道，颁给他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化妆品在拍的那种镜头，所以你就可以再靠近一点。好近哦，压力好大。还可以吧，你看是滑的耶。我觉得要保养啊，对啊。所以你是一个会爱保养的男生。我不爱，可是我觉得是工作的一部分。好，哦，啊，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做这件事？哎，这样帅脸要把它 hold 住不容易耶。20分钟要。你是说一天只花你20分钟？嗯，贴面膜而已哈。我不喜欢面膜，因为我怕，冰冷啪的感觉。我喜欢涂保养品就好。涂一些保养品。很娘，对不对？但是不会，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干嘛这样讲？很重要啊，就总有一天。就是不涂的人到了某一天就要去承担那个后果。就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开始。所以从你你出道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我从25岁开始。没有，这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告诉很多的人说涂保养品的男生不一定是娘的。对。对嘛，因为单只是爱自己而已。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就是开始老化的时候，你 就来不及了。对，来不及。真的，就是越早涂越好。对，我在干嘛？不要省这个钱啊。对。哦，就是如果你真的承得住这些花费，反正也有一些开价的，啊，也不一定真的是会花你多少钱。啊，但是这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对。然后也是为这个工作负责。负责。这是你没有变的地方。哦，这个不要变了。你应该不会变吧？只会越涂越多而已，会变啦。就以前涂两罐，现在涂三种。你们不是要有一个那个好，等一下，等一下再签。你说这什么梦想？梦想了？梦想版吗？我已经想好了。等一下，你想好？不用啊，你想好。你这个都不用搓，你是做好的这边。我到底是已经访问多久了？吓死我！你都没有照流程吗？这个要弄吗？哦，好，那你随便抽一张。好，制作人做的哎。你现在是就有点干妈，来帮我那个。我怕他白做这个东西。哎呦，哦，家人。好，怎么样？然后呢？他是说抽到什么聊什么，啊？哦，聊家人是不是？嗯，家人很好啊，家人很好，家人很好。对，我家人在台中。哦，真的，我是台中人。对，然后上来。你讲话没有台中腔啊？你看到我已经是哦修正过的。哦，上所以那个正音很辛苦吗？那一阵也不是正音，就是改，就常常耳濡目染而已啦。就朋友在一起，谁影响你最多？讲话这件事，因为台中腔很特别，我觉得是环境，因为来到台北，大家没有那个腔调的时候，你自然不会。还有那时候你可能年纪真的还很小，所以就很自然的就融入了一个。但我觉得台中腔很可爱啊，很可爱啊！我就是说它真的很特别，但是可以这样子，但现在叫你恢复，你会有吗？突然间，那个我今天吃卤肉饭就比较会飘。是不是一点点？对啊，有点那尾音有一点特别，然后中间会有一些特别的转音。我发现中部其实是这个风格，因为我本来也在那个中部的附近，所以有那种感觉。哪里啊？嘉义。哦，嘉义。对对对，火鸡肉饭那里吗？呀呀呀，火鸡肉饭那边。家人最爱谁？家人哦，都爱。然后啊，你要我选一个？不用选啦，都爱很好啊。然后妈妈吧，妈妈其实你看还是自己心里有一个选项，又不是我逼你的。就是从小她就是真的对我很照顾，然后到我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也都一直陪着我。看妈，对啊，就是我就想说，前阵子你都那么闷闷的，这一群人一定对你很重要。对啊，爸爸也是啊，爸爸就是比较害羞，然后不好意思跟我直接表达太多，因为他要在你面前就是要保护你啊，所以他怎么可以跟你讲太多？他就是要说儿子啊，不用怕，但是不会说出来这样子，担心死你了哦。还有姐姐，姐姐在上海，所以你如果到那个对岸去工作，还有人啊，不用太大了，上海也飞不了，去哪里照顾你？比较少跟他见面，但我也很爱他。哦，你很爱他哦。举个例子，怎么样叫做爱姐姐？好说吗？姐姐，他就是会可能我跟爸妈有一些比较不能沟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帮我当一个桥梁，因为他讲的话在家里很有地位。哦，真的哦。我姐是超级就是有自己想法，就是姐姐的生活跟成长都得到爸爸妈妈的那个认证。对对。所以姐姐说什么都是对的。对，而且他有一阵子长得很像张柏芝。对，然后有一阵子而已。对，然后你知道我有一阵子长得像，我懂。然后我们就会有点奇怪，无聊，真的。但是这是真的，就有一阵子啊。有一阵子有人在讲，像不会啦，那有点岔题，不会岔题啊。但这就是我的家人。那阵子大概经历了多久的一阵子？就是那个风波那时候。那时候他们就说，因为怎么这里有一组人，就是好像长得像。姐姐也觉得自己像张柏芝吗？别人讲的啦。
哦，别人讲的比较算数啦，自己讲的都是自嗨的。对，所以我都希望我家人可以很健康。很好哎、欸嗯，就是你都这么知名了，还对家人这么有爱。哦，这意思哎，不要这样子，不管怎么样都要啊。嗯嗯，我要帮你抽一个。好啊，但是他掉下来两个，我们都来。哎呦，服装聊过了，聊过了，走开。哦，你不爱聊这个？那个聊过了，努力。都一直在做的事啊，努力不、就是、这次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努力啊，嗯，其实努力没有变，但是变2.0 版吧。对啊，我他那就是变啊，你的2.0版做了什么调整啊？因为人，我告诉你是一个艺人啊，就公众人物啦。我们这个节目就今天嘛，因为就只有一首歌一直跟大家陪伴，那首歌也是要教大家怎么变成 best， 所以努力这件事情也有进阶。那用你自己的心情跟他们分享，你也是很多人的偶像、啊。嗯，我觉得努力的人啊，我觉得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努力，是，但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可能还在怀疑，我那么努力，为什么我们都一直没有成功？对，也是我曾经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啊，你还曾经这样想过、哦？我觉得还没有到达我真正想要成功的样子啦。这甚至告诉我们，就是说艺人的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哇，艺人也是会想很多。有，因为你真的有低潮啊。有啊，然后可是呢，你会发现哦、嗯，如果你一直是为了得到那个成功的回报而努力的话，你有一天可能会放弃，因为他如果一直不实现呢。所以努力这件事情呢，可能一辈子都会在做，但他不一定会给你相对的回馈，可是你不努力就完全没有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是不是？干嘛？大明星梦想要来写了吧？你现在很适合写啊！你现在不整个火力全开了吗？要写是？可以写啊！你现在状态上应该很适合。你这一趟出来闯荡江湖，有很多那种心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欸、梦想版是今天好喜欢写完了哦、喔、哎、欸、上次谁来写的一个字啊一个字的梦想真的一个字而已是哦陈零九可以吗可以啊梦想就是长生不老对因为刚刚讲到保养、嗯、其实保养很累你知道吗我懂哎、欸、那你要签名啊啊万一有一天保养品没有用了对你就需要一些神奇的力量来帮助你，就是长生不老。梦想是长生不老。哎、欸，你们这个会贴在那个墙？对啊。那我要好好签。当然要好好签啊！而且你写的这句话要为这句话负责。我们本来是叫敖犬鼓励大家说什么是梦想的意义，然后敖犬写了四个字说长生不老，这也可以用在梦想的意义上面啦。可以啊。就是人生到任何一个状态都要有梦想。我觉得人生很好玩。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当一辈子不太够，真的假的？我觉得不够。你还有想下辈子？我第一次访问到要有下辈子的人哎、欸，这辈子先过完吧你。这辈子先过完，但是我其实当人真的很棒，我很珍惜当人。啊、当然啦、啊，那因为我们在那个万物当中，毕竟还是有一些可以主宰自己跟就是安排自己的这种。我上个戏啊，我去内地演《西游记》的孙悟空啊，对啊，我当了100天的猴子。当猴子真的很热，因为毛很多。然后对，其实当人很幸福。哎、欸，你的耳朵真的很适合当孙悟空啊！哦，这个就刚好了，刚刚就是刚刚好啊。人生扮演这个角色，就是你身上就也是很经典。对，那所以长生不老是我的梦想。长生不老是你送给大家的梦想，希望你们也都送给大家，大家都要有那个长生不老的那种心情。哎、欸，他想拍耶，你的经纪人。对，而且你看那个什么，很多卡通的大魔王都会许这个愿望啊！大魔王哎、欸，大魔王都想要。所以你现在是说你是大魔王吗？嗯、不是啊，就是长生不老这个，其实。但大魔王永远都会有克星啊，所以没关系。嗯，长生不老这件事情，努力也要有长生不老的精神跟期待。就是这个，在这个整个阶段当中，就是很多很多人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想法跟创意的时候，长生不老就很重要。是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到哪一天的那个点上的时候，然后、哎、要干得很好。我们今天干杯有种解闷的概念，其实我们在后来话题有点闷的时候，我们就干一下。因为你这个访谈，你可能已经讲了几万个字，对吧？发现你的那个 solo 的时间太长了，对，怕你喉咙。那换你 solo 一下，我抽个东西给你 solo。我换我来搜哦，音乐怎么样？没有啊，这是你第一张专辑做的这个音乐啊， okay, 然后音乐对你的生命很重要嘛？音乐，我觉得是可能
你现在就想到听到一首歌，想到一段回忆嘛？嗯，用歌来回忆。嗯，对，所以每个时期有每个回忆的歌。嗯、那我不晓得我这张专辑可以，我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是我的回忆，然后第一个个人音乐作品。但可能喜欢我的朋友们，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你在做一件事情，可能在谈恋爱。然后可能在夏令营，不知道，哎，现在冬天没有，反正就是你在做某件事情。他明年夏天才突然爱上你的专辑也可以啊，有可能这样拘泥。那如果你可以在可能十年后，然后因为又在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想到那时候的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成功了。我喜欢你这句话哎、因为很少人跟我们讲出一张专辑说十年后如果你还会听到这首歌，做音乐有这种态度啊。你如果真的只是炒短线，现在在消费。我跟你说，你这张专辑一定会成功，是吗？如果你从你这句话，你的设定是这么的鲜明，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只是为了一时的快乐，或者这当然就是你的作品的展现。可是你要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只是想要这个时候的陪伴而已，对啊，而是希望在十年后你还会想到你的东西。哎，像我现在听到《广岛之恋》，哦，我就会想到那时候的事情。对，我只是乱讲一首啦，你应该也有吧？我懂你的意思哦，明白明白。比方说，哦，你应该是什么歌？我想一下啊，萧亚轩什么歌？哦，潇洒小姐不是，她的第一张专辑。第哦，哇，那很久哎、欸，我想一下，那时候我在不知道还哦，刚好要在，然后在当兵还是做什麼当兵？你看是不是有回忆？有有有啊！所以其实做音乐的人都是对生活，但你也不知道你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就先、啊、先做好嘛。有一天那个有一个小孩子，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长大十年后十八岁，就哇，我听到一张 Transform， 然后那个他就爱上做音乐这件事了，你就也是很酷哎、欸。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 CD， 哎，这个专辑现在十岁的小孩会喜欢吗？听看看喽，我不晓得现在小，因为小孩现在资讯很发达。他选择很多哎、欸，你看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评价十岁小孩了嘞。想当初你刚出道的时候就可以，因为你三十了。你现在只能评对，我觉得玩滑板他看得懂，我懂，我明白，我明白，对，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永远会有一些语言跟各个年龄层的人沟通。那这个音乐大概几岁人来听是最好的？我估计十五到。三十吧，十五到三五，三五很好很好、啊。二十岁的你本人现在的年纪，然后再往前拉，十五岁的人，你想让他听到什么、啊？让他听到活力啊，听到活力，因为它里面其实很多重节奏，然后砰砰砰砰。对，如果可以，因为这些让你感觉到热血、或是你想要学跳舞，还是你有那个表演的欲望，像我们小时候也都是听，可能 LA Boys，、了解，哇，启蒙，有人启蒙了你一个点，然后让你突然想做什么事， Michael Jackson， 对啊，欸、你刚刚。那个 MV 开始有 Michael 的感觉，哪里？我不知道，就是我是认真的，我不知道，我真的只是一种 feel。我因为我的年代有 Michael， 应该是你看到我先唱这个。没有没有，我是看那个 MV 的，是现在你这个是另外现在的打扮哦，你也是今年流行的那个，因为他真的是我偶像啦。有，可是那就有一个印，有一个那个真的有一个那样的气氛在，认真的。哎，那有用五岁做一个那个 range 好了，那二十岁的人你要让他听什么？二十岁那时候正值青春年华，对他可能也正在想要轻狂的时候。对，那我觉得这个歌可以让他轻狂一下吗？哦，可以吧，就是你去看歌词好了。我觉得二十岁可以去看一些，就是看一下歌词，不要只听那个旋律在那边跟你嘣嘣嘣嘣嘣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对，因为我们算是误打误撞、跌跌撞撞，然后才过完二十到三十。然后才三十之后才发现，哎，以前如果更努力的话，会不会更好？是。但如果你现在就是二十岁的话，不要思考，你就是更努力，你的三十岁就超级好。天哪，你这是在写梦想版啊！你一直在延续这件，你看人生长大在你身上很有意义耶，因为你的以前到现在都很风光，就连你失意的时候都有那么多人关注你。哦。所以你今天就是注定一辈子都要当公众人物。我愿意啊，我觉得我喜歡当然要啊，而且有感觉你我很好玩，我觉得很好玩。也许我现在这样子这个时间点上认识你，感觉还是更好的。如果那个我那时候我在刚出道当记者，然后有机会采访到你，可能我也聊不到个什么东西、欸。是吗？因为你那时候小孩子嘛，而且那时候那么不可一世。哦，还我是整个从叛逆到你有叛逆吗？你应该没有叛逆，只是可能比较傲娇而已。任性过了，傲娇，然后很狂，
但我还是现在保有那个风格，但是我觉得你看我讲的东西我其实都是蛮认真在分享。以前只是很狂而已，但你现在有一种氛围我有感受到。以前我们一个团整个来就是以综艺效果为主啊，我们可能不会跟你好好聊天聊音乐，别想了，就是以前、哦、但我觉得不代表说我没有东西想要传达。不会啊，我知道，我懂我懂，你现在、啊、你现在有一种想要征服人家的征服啊。 嗯， 嗯，好啊，30岁的人你要用音乐。哎、欸、长生不老、欸啊、他掉下去了难道不会实现吗？可以啊，为什么不会实现？捡起来就好啦、啊、有这么严重吗？好，对啊，哎，30岁的人听这个要让他听什么？还是叫他去看 MV 啊？30岁其实就跟我差不多的话，如果你感同身受的话你就会有感觉啊，但你可能有你自己的想法，那也可以告诉我，对，去留言给我，去你的那个版面上留言。对对对，因为我们想法年龄层比较接近，是，对，都可以啊。真的哎、嗯，感觉来说这张专辑就是承载了很多那个你重新出发的期待。对，我觉得这种东西有没有分什么你是长辈，然后我是后辈。我昨天遇到宪哥，宪哥去入他节目，然后宪哥已经大师了。对，然后因为我现场有表演这首歌，然后我很开心，就是宪哥他其实后来又找我去单独就是听一些音乐、啊、真的，他跟我分享一些嘻哈音乐、啊、然后我跟宪哥聊快一个小时的嘻哈、啊、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想过可以跟他这样聊这么专业、欸、他愿意跟你聊一定也有他很多的想法，你可能触动了他什么那个神经，或是他真的看对你有很大的期待。我就说宪、欸、哥你也听这种音乐、喔、然后他说我没有设定啊，我就是一个海绵，嘿、hey, hey, ，我就是一个海绵，然后就一直说他懂的东西，我就哦、oh. 哦，对对，他讲的是在那个点上面，是，对，所以这个没有分什么长辈不能听的，不会啊不会啊，就是你做音乐就是让大家就那个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样子，嗯，真是一个最棒的那个状态跟精神。然后刚刚一直有人就是问说怎么样，没有啊，你等一下就是想看啊，我们可以下去了吗？可以啊，我们你想要去哪边？因为这样一直坐着是有点闷。你这样有点闷吗？好、嗯啊，你想还有多久？这样哥还有多久？没有，你已经想走下去就走到那边、啊。我们参观一下。你等一下，你让他准备一下，他顺个线嘛。哎、欸，被你吓到的那个人呢？欸、在耶。哎、欸，你竟然可以哦，谢谢你哈、哦。我想说小心后来不好意思这样，那你去他旁边跳舞好了。好，我们看一下。你想要走这边哦。你们可以下来吗？哦、可以啊，他心术好了。你要去安慰那个被你吓到的人吗？我们看一下他们。你要看一下他们办公室，你要看一下别人都是怎么上班的吗？哎呦，天哪、啊！新闻啦，几岁上班的啦？小，你小时候有看棒棒糖吗？有有。哎、欸，真的，我那时候你才多大而已耶。国中吧，你怎么？他怎么？他怎么？不是不是，看到麦克风没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今天就他在工作，然后你突然间走过来，对少女来说是很震撼。OK， 那我刚刚其实，在讲话，你们都有在听吗？还是在做很专心做工作？应该一半一半啦。对，一半一半。哦、OK， 好。对啊，认真在一直在听你讲话，应该是那一个假装。好，那我们来看他一下，加油加油、嗯！那个新闻快写完了。然后，哎。走过来这边，这主就是哦，这个要打个招呼。阿根长官问好一下。长官你好，我是敖犬，很开心来你们这边做访问。对，那如果那个有写信，我要记得叫他分享，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对啊，他就是一定会认真分享一下。OK。比较紧张一点。他不会啦，他没有、啊。我也可以很奇怪。你是认真敖犬？哎、欸，他是，我是不能得罪这个人。不用啊，他没有觉得得罪，他觉得很亲切、哦，因为他自己孩子大概也是那个。我希望就是在这边带给一个欢乐的气氛。要要要，这个也被你吓到的人，他现在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加油！你在偷聊聊天吗？没有。哦，你是一个。我们刚刚在专访海伦清桃，所以现在处理后续的新闻。OK OK， 是不是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我们两个刚刚聊了半天，他都没有在处理你的新闻， no, 因为他这个，因为他是娱乐记者哦， oh.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暗示。那今天敖犬的部分，你会出新闻吗？会，我会请记者出。哦，他是就一直告诉我们说，嗯，他自己可能没有空啊，但他会请人家帮忙。你有感受到他的臭脚、嗯？不会，我现在要巴结你，因为我需要你帮我出一些新闻，好不好 ？OK， 你会帮他大概出几篇？他愿意在那个他的页面？我觉得宪哥有点啊，宪哥还蛮好笑的那一段。OK，、oh. 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钻研一下。对对，再钻研一下，加油！
哎，海伦清涛在等你，赶快。我觉得你这样突然走进来，那个感觉真的蛮好。如果我在那看什么？哎、欸，在看韩综哎。韩综，你是哈韩哦？没有，我在写新闻。写新闻哦。那、哦啊、你觉得就是台湾的歌手怎么样？加油！加油！加油！不会啊，这也是加油了，这也是一个媒体人员的心情啊。他也是跟大家就是说加油，而且你今天走进了记者圈里面，然后这边就都是一些编辑、哦，他们都是记者、啊、他们都是记者，就会在这边发网络上的新闻。OK OK，、啊、所以这边这一区就是区就要你深入了记，不用用巴结，就是就是友善互动就好了。OK， 好，对啊，各位大哥大姐们，靠你们帮忙。我真的觉得你这样也多了，他们都比你小一点。我诚恳啊，他偷笑，他被你吓到，他今天最有感。我可以感受到他掩不住少女的心情、欸。他平常就是，那你如果走过去，你愿意跟他自拍一张吗 ？OK 啊，为什么不行？我不要闹了，多么简单，对。那你我哎、欸，可是我们这样没有礼貌，我们要问他说他愿意跟你自拍吗？好、啊、好、啊。他如果不要，你会受伤吗？不会啊，我逼他拍啊。你今天有特别化妆对不对？然后还涂了这个指甲油。欸、对啊，今天敖犬送了一张那个女孩，有些时候也要装一装那种矜持。很想说，怎么会突然江哥干嘛？有没有男朋友？拍了他会不舒服吗？不会。好，哦，就是有男朋友。不会不会。好了，那个真的啊，妹妹 Q 好玩啊，好玩一下。上一下那个正在上的新闻哦，好。你要写你的新闻。他要写你的新闻。好啊，那你会放这张照片吗？就我们两个。哎、欸，你吓到他！敖犬的新闻是我写的，这样、啊。我跟你讲，你太酷了！你要偶尔就是进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展现一下，其实你有亲民的一面。哦，我喜欢这样子。我懂。对，但是就以前你不会这样。以前没办法这样，就比较没有这种在办公室做直播这样。好、啊，来，赶、欸、快拍一下，我们要。哦，真的哦。车文，车文，车文，靠你了，车文，来自拍。嗯快点，快点来自拍自拍，好啦，真的很开心来拜访你们啦。很开心啊，对啊，谢谢慈文那个认真工作者。哎呀，不用害羞啊，我们很荣幸哎。害羞的人自拍 pose 摆那么好看。好，靠你们了，靠你们了。对啊，好，这样跟我们回去了，我他们打扰他们工作。没有没有，你不要打扰，不要尴尬，你是艺人，没有什么好那个的。他们就是认真的，对啊，他有尴尬病，然后你不可以有尴尬病。而且那个，哎、欸，这边很真实啊，真实啊，真实啊。那那边也有两个娱乐记者啊，你不能顾此失彼。啊，这边新专辑都已经在贩售了、这个啊，然后都有特价，好不好？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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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这个也是今天要服务你的记者。哦哦哦，好，来，来，对对对。那你需要自拍吗？你不要？为什么？你不要？你为什么不要？你昨天不是说要，你现在又不要？你不要脸红，你不要脸红。为什么？冷静。发生什么事？你不要脸红。他是哎、欸，你等一下是要访问他，是他等一下要访问你。OK， 等一下呢，我会做一个好像跟，而且他你互动嘛，对，因为他那一 part 他要跟我讲说，啊，那你不要放节目啦，让我们独享。那怎么办？是你们要还是没有？当然是他要，因为今天就他有认真的想法，然后你就来按大明星，就好好宣传你的专辑。是要你今天会跟敖犬做什么特别的那个？为你等一下的那个做一下预告，网上人家才能去看版面啊。会扮成他以前的团员。哎、欸，你好像很冷哦，就是。哎、欸，他说他要演你，要穿外套吗？你这样很多，你一直这样子。对对对，你不要随便在女生的旁边。他们虽然好像看起来没有反应，其实内心都很害羞。OK， 你太电了。没有没有没有，你有你有。讲一下敖犬在你旁边的感觉。你等一下采访他也不会这么近啊。你现在整个靠上去的感觉是什么？嗯，有点害羞。喜欢他了哦，真的哦。OK， 哎、欸，现在也可以喜欢一下，谢谢。那待会见吧，我们待会还要做访问。好，你去忙。欸、他真的有喜欢你，我才马上听上来的。我想会害羞，就是骗不了人。不会，他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有很多的粉丝就这样一直在长大。嗯、然后今天那个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啦。其实说真的，那你会害羞吗，江哥？不会啦，有什么好害羞的？人家是不是我不喜欢你很镇定哎，我刚吓你，吓、啊、你，然后这样哎、欸、也没有用。不会啦，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
认真的人，然后这一次的出发对你很重要，对，所以我都愿意相信，就是我们是愿意用那个祝福你的心情，然后期待你这个有很多的面向上都有得到你想要的发展，中间毕竟空了一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一定带给你很多的想法，对，然后谢谢你那个，我们真的不熟啦，不过如果真的熟的话也许会玩到很疯狂，可是我觉得人嘛总是艺人，然后或是我们在对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还是可以去聊天的内容。我觉得今天这样很好，刚刚好。没有，就谢谢你，就是我真的觉得是你愿意大力的配，你已经是一个小天王了。没有了，没有，真的真的真的，在我们的那个认知当，没有没有没有，敖犬就是一个一出道就是受到很多人关注的，这个关注会一直努力啊，一直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对得起你自己的就是以往的那个成绩，所以接下来的那个独立之后，真的很诚挚的祝福你啊，好，可以做到你真的很想做的事情。我会努力，对，全新专辑，对 ，Transform 变，然后是我第一次呢以个人的身份，然后出了音乐作品，不敢说是非常完美，但是在我心中，它就是我尽全力表现出来的一个作品。至少是这段时间你的 best， 对，然后就跟大家分享。我真的尽力了，他就是你不止尽力了，你非常的努力，然后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喜爱跟所有的付出。从那个企划，他就是在别的地方讲的嘛，除了钱之外的事情他都做。对，我本来还要想要再加码的，就是发现宣传费其实烧得很快。是啊，然后要不要自己再把一户头一些拨过来，那我觉得先这样吧，对啊，我会尽力宣传，有啊，有更多更强大的能力的时候去帮助更多可以帮助的人，对，搞不好是那个喜欢，因为你也喜欢这条表演之路的人，也都是以后期待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的。好的，真的今天聊的有点算严肃，不会严肃啊，希望你还觉得 OK OK 的，真的谢谢一首歌，然后其实中间真的跟你讲了很多，然后包括工作上的啊，包括我们自己想到的，还谢谢你到我们那个工作现场去。哎、欸，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聊。别人来会这样吗？有啊，但他们都是下去唱歌。哦，这里唱歌也太尴尬了。哪会啊？这里唱歌超好听，你要唱吗？我不好意思、欸，我怕他们会觉得很遭遇。你如果不想唱，就没有关系，也不用讲了。你要哈两句，你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音场。我认真的。哦，行吗？行吗？行吗？孙悟空出来的感觉。哎、欸，这那个回音有哎、欸，有一个。想当初有一位歌手那个佳佳小姐，她来的时候就是一唱开了以后，当全场就真的很嗨，她也就一直唱下去。哇塞，那我今天没唱不就很？如果你想唱，我很乐意啊。反正时间都到这里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客气的。你要唱两句吗？先这样好了，先这样就好了。对 对，我还是不太习惯在办公室。他逼我的，总是要逼一点。办公室唱歌怪怪的。不会不会不会，但你还要在这里跳舞呢。我刚跳啦。没有，我是说待会他采访你还要办团员。哦，好，可以，没问题的。晚上那个大家可以看那个新网的那个特别做的专题。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敖犬来到这边。谢谢。Yes。加油，然后谢谢你那个对新朋友这么的热情。You are the best， 你也是，真的啦，谢谢你。然后我们今天安安大明星就是我第一次跟我又跟了一个第一次认识的大明星见面，他真的是个大明星。没有了，谢谢你的光临，让我们今天那个蓬荜生辉。好选的专辑，然后明天就在那个通路上可以实体。对，然后我现在只丢一支 MV 上去 YouTube 我的官方频道。那如果你还没看的呢，可以赶紧再去看一下这个 MV。那陆续呢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 MV 出现。对，然后实体22号就是明天嘛，今天21，对不对？然后14号之前前几天数位平台都已经可以听得到了。这张是我的，对啊，他有送我的，这是属我的名字，而且我。大家一定要回去认真的看哦，这是一张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认真学唱歌，歌词印得很清楚的一张专辑。哦，真的很清楚。最近我对歌词印不清楚这件事就是颇有一些心得。有人印不清楚。不是有人印不清楚，说普遍都印不清楚。啊，真的哦。就大家现在所以可以感受得到你的用心啦。OK。歌也是这样让大家就是句句入耳，然后曲曲动听。希望你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肯定，好，然后更多的那个表现得到你想要的回报，好，谢谢敖犬，谢谢金安哥，谢谢你安安大明星，下次见，拜拜 ，Transform 变，哎，下班了。